我们是非常信任国军的哦。那我相信讲这个话的人是国军哦。我想讲这个话的人可能自己对于国军是不是有代表性哦？那这个是我们他可能要接受质疑的哈、哦。那这个法案的修法之前呢，我们也都有征询相关的单位的意见哈、哦。那我觉得国军坦荡荡，觉得这个事情他们基于爱国爱民哈、哦，他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检验哈、哦。那所以这件事情跟对国军是不是有信心是两回事。事实上，我对国军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只是在过去我们有几个案例里面有退将在中国有一些不当的言行造成国人的一些关切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用法律这个整个我们的规范能够做得更严谨。